好，另外陶大伟的这个好朋友呢，这个包括了傅达人和孙越，在第一时间知道消息之后呢，那么两人通电话，许多人非常怀念陶大伟。今天在演艺圈，大家觉得痛失了一位这个值得尊敬的前辈。我跟孙越两人在电话的时候，我们都哭了，我们哭的都很厉害。他比我小十岁呀、啊。结果他比我小十岁啊，孙叔比我大两岁啊。我们为他祷告，希望他就是在蒙主恩召到天堂。很奇怪的，我前几天忽然间，你看那个 Facebook， 你看那个日期啊，把我和孙越和他的合照摆上去啊，我说这三个人在一人之家做完主日之后合影啊，三个人加起200多岁，绝对老友。200多岁当然很老了嘛，就忽然间扑上去，很奇怪。